赵思路和杨洋目前合作《且试天下》，频频传出绯闻，最近更是有网友爆出在新年初一看到双方见家长吃饭的场景。这位网友宣称，小两口在酒店的私厨一起吃过饭，在三亚实习的朋友真的见到了杨洋和赵思路在一起吃饭，还附上了餐厅图。随即也有网友大爆料指出，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八卦，赵思路是我的邻居，销售给我说杨洋陪他买房子，他们是一对的。赵思路和杨洋拍摄新剧《且试天下》，网络上也曝光了许多路透照，两人的互动给人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，不管是在片场牵手还是对望，都表露出发自内心的开心。网称杨洋瞬间变成大男孩，赵思路瞬间变成恋爱中女孩。两人在拍戏的时候，杨洋对赵思路也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帮他撩头发，看到赵思路摔倒马上扶他起来，贴心的拿着电话给思路听语音。在片场上，赵思路还教杨洋跳舞，杨洋一学就会，两人的互动莫名弥漫出粉红泡泡。到底是荧幕 CP 在营业，还是真 CP 在作祟？对此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。